三弹。哎，没有箱子。游戏开始，让对战捕获。选择小捕捉的宝可梦，捕获时间。太好了，是吃惊程度。附近的宝可梦听到呼喊了，该不会是雷霆？奇鲁力量，来吧，派出你的宝可梦，是按下按钮决定。对战开始，要害要害，其中有害了，太好了，不会其中有害了，下场要害，太好了，捕获机会就是现在，把球丢出去吧，捕获时间。好，看一下，来吧，再试一下，右边，把摇杆球向前推。是超级球，好像有机会。太好了，捉到宝可梦了！交换，恶心。不变后就可以把宝可梦带回家。三弹，没有道具。游戏开始。89000。要玩哪个模式？对战捕获。看看别的事情。选择想捕捉的宝可梦吧，都没有显示出来，啊，动哭的。太好了，是吃惊程度。附近的宝可梦听到呼喊了，该不会是？宝可梦好像掉落了什么，交换机会。哎，刚才抓到的宝可梦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好，选好后 Rush 第三弹，游戏开始，让对战捕获奇迹弹。选择想捕捉的宝可梦，捕获时间。太好了，是爆弹程度。附近的宝可梦听到呼喊了，小王，蹲下。不变后就可以把宝可梦带回家。要对战捕获奇迹到，太好了，选择小捕捉的宝可梦吧。还有气啊，捕获时间。程度，附近的宝可梦听到呼喊了，快，辅助台龟，来吧，要想略程度。
满了。
把握机会，就是现在，把球丢出去吧，赌破时间。把摇杆球向前飞。果揭晓，这次的对战得分出炉，这是你的喽。